是越南的，越南的猪肉。哦，可能是吧。反正是越南字儿啊。对。你说你怎么知道越南的？这个上面有字。那越南？越南的猪肉。哦，越南猪肉。哦，他没在屋。我知道，我带一个没在屋，又吃饭。这是小玩偶是吗？嗯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这个了，这个是我去做蛋糕的时候的一个鹿。哦，他这个盒子都自己做的。哦，自己贴的都是。好吧，圣诞节。对，自己贴的都是自己贴的。嗯。哇哇哇！相册，手做的好好。嗯，对对对，类似手账。我的天！啊，越南的珠宝，这他们自己写的中文吗？看看，还是手打。我们亲爱的赞赞，这个夏天遇见了你，是我们最美好的奇遇。希望后来的路，我们珠宝可以陪你一起走下去。祝你一生平安康乐，吃得多，吃得多，高得快。愿你的事业越来越顺利，红红火火，一年比一年好。越南珠宝爱你。啊，这是他们手写的，写的字好工整啊。啊，对，别忘写的字，就是好工整的字。啊，可以插东西的。对对对，这是可以。对啊啊啊啊！是这样。哦，刚刚这个玩偶就是这个造型，应该是。我天，这手工太棒了吧！哦，是这样。哦。对。里面是这样。给立着。很用心啊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啊，越南的美食。你们都可以打开。那不是好多人，他都凑到一起。这个是啊，打开的。哇，都是小卡片，全都是小卡片，好多都用中文写的，真的太用心。这也是将来一笔财富了。是。你做的真好。对。哎，这个就是那个乌里的另一个头发的时候，没有辫子的时候，是不是这时候会更好看一些？挺好看的，人家挺好看的。更适合，我觉得这样的装扮更适合。哎，这是 Tini 啊，这是八戒，他是西施。哦。这是巨爷。哎，这是提你的另一个造型，当时在横店拍戏的时候。哦，这是那个葛大瑞，现在在家陪着爸爸妈妈。哦，哎，这只就是八戒，也是在家那边的。对。啊，他们从哪弄照片啊？就从网上发的。对，可能翻了我以前的照片。这是什么红包吗？都是一些寄语。
是自己做的吗？里面有两幅画。哦，自己画的。有。你跳舞的时候。对，我跳舞的时候。啊，这个可以摆出来。哇，真好哎。好像好。画得好，质感也很好。这是我 ending 的动作。这服装颜色都是，真的是太强了。这些人应该是作为。特长生给那个哦，双肩背包自己设计的吧？嗯，写的出专辑。对，然后去如吧，就是那个。手幅。嗯，不离四季。四季不离。四季不离。谢君，九念念九念谢君，谢君九念，是吧？嗯。这个是给，应该都一样的，床有两份是你给你爸爸妈妈的。这样。嗯。那我不拆开吧？嗯。给爸爸妈妈自己拆吧。对。让他们。我觉得应该也是，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他们的想法，让他们自己拆开吧。嗯。爸爸的就是妈妈的，妈妈的就是爸爸的，他们的都是我的。哈哈。啊，这是红包包。我这是自己设计的这种贴纸。做的特别的精细，但没办法，是真鲜花做的。这个胸针，很漂亮。太用心了，太用心了。你还在吃东西？他吃啥呀？是从哪点过